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因为在2020年疫情的这个上半年嘛，那其实大家迈向第一季到第二季之间，各品牌即将遇到比较大的震荡，也开始慢慢影响到了业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集结22个品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做一个龙舟的一个画面，这个粉丝们呢，网友们只要进来之后呢，他们通通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些22个品牌通通要加入粉丝团，加入成功加入之后，就有机会独得22个品牌提供的奖项。啊，这到后面的活动呢，啊，最后的成绩大成功哈，冲了200,000粉丝，然后获得不同的这个网友啊，不同的这粉丝的回响的关注，也欢迎啊，之后有不同的品牌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啊，来跟我们报名，我们之后中秋节啊或不同的耶诞节都有机会来做一个联盟集气的活动。有请这次2020年台湾龙舟的得主詹小姐出场。那我们请詹小姐帮我们发奖得奖感言。我觉得这一次很幸运，可以得到这么多项的奖品，从吃的、用的到喝的，然后到行李箱，这些的都是生活上用得到的。那我觉得这份奖品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那活动即将进入尾声啦，感谢各位粉丝热情参与，没送送的粉丝们啊，大家不用气馁啊。姚瑞特的粉丝团这边数据学家也是学家，也就是这个粉丝团呢，我不定期会有不同的活动，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来参加。好，谢谢大家，各位有期，拜拜。